meetings at the Shenzhen to mark the next level hearings that will take place here, that will take part here in Houston. Yes,去日本的那个联赛放在日本打了一站，一下飞机就一大堆的粉丝吧，就是从甭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，看见他全就都尖叫喊啊，我说你还能在日本这么火呢？他说没有了，楠姐没有你火，就是完后来完我说我有你这么火呢，我说没想到，完我就问他，我说哎，我说爱姐，我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他没说打世界冠军，也没说打什么那个奥运会冠军，他说没有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我结婚生子，然后我要给我的老公做饭。你跟我下山吗？我把那个中国乒乓球队那队医你去看看。真的假的？针灸你要去的话不针灸也行，他会给你诊断吗？诊断这不是诊断，不是诊断，是诊断，是给他看看。怎么诊断？以前特逗，我刚刚带他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的腿往前迈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迈了我的腿？他说你的腿要往前迈一点，这个球才能打到。听不懂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跟他。还有一次，那个袁姐说往脚里打。对，往脚里打。就是那个孩子的脚，我以为是袁姐脚，然后我还拼命往袁姐站那边打。Hope's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。他比我壮，我他比我壮。就袁姐觉得比我腿壮。他比我硬好多。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？妈妈给你做的饭团。来总结一下这个比赛，咱们先。我觉得这一场开始准备是梁靖昆，但是这个韩国选手来了，但是我也没慌嘛，好好把自己准备的东西拿出来打了。